找到你收账的公事包，里面的钱已经不见了，剩下的只有单据和账册。如果这件事不是你们母子合谋的话，那么也就是说是你一人所为了。姨娘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你儿子？没有，娘，我真的没有。陈家对我那么好，老爷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会这么没良心呢？娘，你要相信我，何况我的手都伤了，我怎么会弄伤我自己呢？这就是你狡诈和厉害之处，你用一点小伤来换取别人的信任，很聪明啊。文玉，你告诉他们你今天看到了什么。君山，我当然相信你的为人，可是我确实看到公事包在你的床底下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文玉，君山，福伯提议我报案，可是我念在爹对你们的感情，我不忍见君山被警察带走。为了君山的名誉，我仁至义尽了。但是，为了保护陈家，钱贵的要死，我不能再给你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君山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啊！姨娘，以后陈家的事你不用再费心了，你好好想你的清福。除了钱之外，你该有的服饰都照旧，都不会改变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夫人，这其中也许是有什么误会，可是目前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，一切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文玉，文玉，文玉，我，哎呀，文玉，你能不能听我说？我不想听。文玉，你听我说，你还记不记得老爷被人栽赃陷害坐牢的事？我也是被人栽赃陷害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清白的。可是为什么要陷害你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现在你必须要相信我。君山，我原本是相信你的，可是他们把那个公事包从你床底下拿出来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好难过，我真的好害怕你是一时糊涂。在你没有亲口跟我说你是清白的时候，我整颗心都七上八下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好了，别哭了，现在这样也一样。肯定是我爹，就是他拒绝了姨娘来提亲，害得我心一慌，全都乱了套了。福伯肯定也是受这件事的影响，别怪他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害我的人是谁，但是既然有人写纸条把少爷引到我的房间，可见我被抢肯定是有心诬陷。君山，肯定是你，一定要把那个人揪出来。
我求你，我求求你，娘，我求求你，娘，你别这样，我求求你，娘，我求求你，娘，我也求大娘。大娘，我是君山。大娘，请你托梦告诉大哥，告诉他，我跟我娘对陈家是忠心耿耿的。君山，你要叫娘，不能叫大娘。娘，可您才是我的亲娘。我已经跟老爷结婚了，大娘就是你的娘，你不可以有分别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叫娘，啊，叫啊。是。娘，我娘，她是从来没有分别心的。我娘她疼大哥，甚至比疼我还要多。娘，我也是没有分别心的。我自小到了陈家，就把陈家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我绝对没有贪图陈家的财产。娘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不属于我的，我是绝对不会有非分之想的。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夫人，报应啊！我的私心把天雄宠成了一个是非不分、气量狭小、猜忌多疑的人。我的私心却也造就了君山，成为一个更懂事、贴心、善良、仁慈、厚大气的人。什么是德，什么是实，